手机电池坏了不用花钱换，用电池修复器就能修复好。看视频。我从事手机回收与维修行业已经30年了，咱们用了一两年的手机电池不耐用的，千万不要去发冤枉钱换电池，用上咱们家这一款电池修复器就可以了。你边充电的时候把它插上，它可以边修复咱们手机的一个脉流，用不了几天呢，你的手机跟它新买的是一样的。买回来了，价格特别便宜，只要10几块钱，换个电池最少要100-200呢。这要是真的那就太省钱了。那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开测。这个东西是黄色的，这一头是插充电器的，这一头是插手机的，这样连起来就可以一边充电一边修复电池了。这是一个水果手机，电池容量还剩74%，我们给它修复2小时。你觉得能修复多少电池容量呀？我觉得有点脑残吧。不会吧，这个东西销量很高啊。那就是有特别多的脑残呀。2个小时已经到了，电量也充满了，但是电池容量还是74%。看来这个东西修复不了电池呀。那可以修复什么呢？可以修复智商。拆开看看里面都有啥。哇塞，啥都没有，只有2个小灯泡。这样的无良商家就应该从这个地球上消失。